来到高雄，乡长嘛来体验一下万水果的趣味。为着要让来好食，果农许瑞明唔那是严格来经品种，肥料嘛是用牛奶发酵的益生菌来压肥，以优先耕作的方式来种植来啊。啊，咱这个来啊吼，是咱日本的新舄县的迄个这个洪水来啊呢。咱这正好正日本洪水的，这唔像咱一般人咧，人咧市面上咧卖足大斤，因为种的是这种啊，这是种植不重量。啊，品质做非常的好，哦，真甜，佮真油，佮有汁，啊，这是用讲奶啊奶啊中的下奶啊王安尼啊里头，啊，我这所栽培的就是拢用迄咱的牛奶落去煮，落去养骨头菌，哦，啊，落去，即王公在着个安尼，啊，重点就是讲，咱这奶啊破起拢足白足水的，拢绝对袂变色。乡长表示，许瑞明非常用心的种这奶啊。种出来来呀，旁边个多只，特地向大家来推荐。福清乡吼，麦厝村啊，咱的啊柯水明先生哈，伊有种一大片的这个高阶梨，啊品质非常的好哈。啊，咱的高阶梨呢，拢是友善耕作，全部拢无落化学肥，全部拢是啊落咱的有生菌哈，啊益生菌的这个哦做肥料哈。所以讲，伊来呀品质相当好，啊真好食。啊，即马正在拄啊是采收期吼，啊，若爱食来的朋友吼，会当甲阮柯水明先生来联络。啊，阮柯水明先生呢，啊，人真古意真实在吼，伫咱庄脚呢真用心啊，真咧耕作啊，栽培伊的跩来啊吼，所以讲伊来的品质相当好。啊，所以讲吼，真用心来咧照顾。啊，若爱食来的咱的朋友呢，会当甲阮柯水明来联络。中原店表示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真侪农产品的销路拢无好。但是福兴有真侪农产品品质拢真优质，希望大家用行动做回来支持在地农业产品。新中华新闻，蔡良谦福兴采访报道。